拿出去了得换网。那这不啥也没弄好。他以后上学的话，我们会更少同框的。就不要忘了我们，别拖着了，顺便就去打针。其实我们俩反反复复已经很久了吧？就是有的时候跟他们打麻将吧，就是感觉是被传染的，就是有的时候快好了又打了个麻将，然后又不好了。就感觉都是被别人传染的，不是我们自己那个啥。但是最近都没怎么打麻将，是吧？嗯，很，他们打麻将的时候，我觉得就是打咳嗽啊，打喷嚏啥的。对对对对，不太好，我也不想传染给别人。怪不得那一次，郭哥一直戴着口罩，他可精。我刚睡醒，头发好乱，打一下。我买的精灵耳贴是吗？没有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他买了一个精灵耳贴，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好像不是很需要，但是我觉得星星还可以用一用。但是我的耳朵太大了，我用了精灵耳贴会不会变成猪耳朵？不会的。哦我贴的不太好，要贴的好一点，对吧？我那个真的显脸小了。能看到吗？那别人就看到你在后面贴东西了呀。谁会盯着你耳朵后面看？这样再贴一个试试。你都不用贴，你帮我贴一个。哎，这个没有贴好啊，又下去了，下去了。不是的，我再给你把这贴一个。是因为我耳朵太大了是吗？对。鼻子怎么？他家暴打的。你别乱说。对，这样会不会好一些？好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可以的。哇，是不是突然显？我这样你们能看到？是不是突然显得脸小了？对对对，真的有用，就会把耳朵显现出来。嗯，帮我贴一下这个。贴一下这个。嗯。它有很多贴，多少钱？没多少钱，几十块钱。几十是几十啊？忘记了，没花多少吧。我得贴两个吗？对，你的耳朵顶上这个贴。我耳朵太大了，我得贴两个。哦，我的耳朵真的很大。你量一下我的耳朵有多长？小拇指呢？一个小拇指。哎，五十五了吧？五十五了，五十五了，五十五了，行。哎呦，但是我用这个精灵耳贴有点浪费，我的耳朵大，我需要贴两贴才能有这个效果。视觉上还真显得人年轻，肯定会显得脸小一些。收敛起来。我挠一下痒痒。等一下，行，我把这个。哪里？往哪走？最中间。最中间这儿。再往上面一点。这儿。再往上面一点。这儿。下面一点点。这儿。嗯，这里左右一点点。这儿。下面一点点点点。这儿。OK。哦，等一下。我要趴着。我感觉都要挠出灰了吧？你不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想去泡澡了？想泡澡，我来，从到四川以后就没有泡澡搓背。嗯，等咱回山东去泡澡去吧。泡个澡还得跑山东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买错了，因为我买的这个比较便宜，才20多块钱。哎呀，还好啦。不是，它这个你看，我自己要是挠的时候，我一挠，哎，它就收缩进去了，就不是很方便，它就需要别人帮忙。那我给你，我给你挠，就是这个位置最重要。这
嗯，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哎，你说这个东西有用吗？行，有用啊！你看我的耳朵，显得脸多小。那不是，你看我呢，我咋撕了以后啊？嗯，感觉变化也不大。你本来就是这种耳朵。对，我本来好像就这样。对，但是我的耳朵，因为我的耳朵本身就很大，我的耳朵比小拇指还长。你看，我的变化真的不大。但是你的变化挺大的。乱死。不乱不乱，挺好。你买这个不亏啊，你这变化挺大的。嗯。雨下整夜，与我的爱情就像雨水，源自落叶给我的思念，厚厚一叠，几句是非。哎，这么优秀，今天瘦了好多呀。终于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，我真的瘦了好多，我戒掉了奶茶、火锅、炸鸡，所有高热量的食物我都戒掉了。就虽然体重只掉了5斤，但是整体的那个人就内脂掉的，对，就整个人好像在缩水一样，就是缩了整小了一号。你好像瘦了，把好像去了。好想瘦成迪丽热巴那样。妈，他原来叫胖八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？你不是叫胖星吗？对，我每天减肥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默念，迪丽热巴都能瘦得下来，我为什么瘦不下来？他原来叫胖八，然后他现在瘦成那个样子。然后你叫胖星，然后你现在还是瘦了很多。谢谢你。有我比着哦。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确实是瘦了，但是老是咱俩在一块儿吧，咱俩就是有一个对比性，然后我又太瘦了，所以大家就觉得啊，哦，你没瘦，但其实你是瘦了的，对吧？啊，归根到底还是我的问题。行，往前站一站吧。我往后扫一扫。扫一扫。那我还是瘦啊，我往前也瘦。没有。我觉得我往后面就瘦了很多了。哎呦，等会儿，来，你搭着，就是，比如说你是博主，你说100句大家都不信，但是评论里突然哎冒出来一句，大家就觉得哦，他就是这样的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你明明跟那个评论的人你也不认识，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你就会无条件的相信他。其实他内心可能在刷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给你下了死刑了。然后只是他找到了一个宣泄口，这个人说的啊，他只是在附和这个人，到时候他也不是网暴者，他只是在附和某一个人而已，但那句话也不是他说的。我就发现很多这种人，而且有好多，哎呦，小嘴胖臭。不是，而且有好多现在在骂我不好看的人，然后我点开他的主页以后，他就是一个30多岁的非主流大叔，然后他还说我不好看。那我也没有办法去评论他什么，我就说啊，可以。你快安慰安慰我，难受吗？难受啊。嗯，难受往北走。为什么？可以抵消一下。你有毒吧。你也难受了是吗？嗓子疼。嗓子难受。胸酸。胸难受。背酸。背也难受。然后腿还好，腿不酸。腿不酸。就那腰也有一点酸。腰也有点难受。对，那你往北走。真是一个活学活用的小能手呢，真是个小机灵鬼，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妈，你嗓子疼吗？我疼啊。咱妈先疼的，咱妈都疼过去了。啊，你先疼的。哦，对，我那嗓子特别干，特别难受，我就吃了2次感冒药片就好了。不行，那你离我俩远点，省得再感染。他这还会二次传染的，就是我们俩可能。我那次就是长懒了，就你搁的杯子喝了一口水。我就说咱们家第一个发起来的就是他，他还说是我传染的他。但是那个啥，你是昨天晚上你回来以后你难受的。对。再一个就是你俩的杯子别混着用。
他老是用他的杯子给我倒水喝。其实我觉得那也不是主要的。不是主要的。吃饭了。你知道是怎么感染的吗？吃一个盘里的菜都没吃。是我那天喝了一口星星的那个瓶子的水。然后我就被他感染了。自己的免疫力，我去给你俩拿两个 VC， 一人吃上来一个。你不怕吃的凝血不好吗？你今天都吃俩了。妈，我就不吃了，我今天吃了四个了。自己偷偷吃，我吃一个就行，我今天已经吃过一个了。他吃一个，吃一个不管事，管事儿。这个多了，你喝水就排出来了。就是，要是感冒害冷啊，你就吃上五六个。给你，哎呀，就一次吃，一天吃上不管事。嗯、我看咱厨子这，嗯，这个是嚼的，是嚼的，不冲下去就行。这是嚼的，冲下去就行，嚼着这个不好吃。真嚼的，因为大新买那好吃。好吃是吧？没有我那个。你那个我可喜欢吃了，可甜。那你那吃多了不行吧？行吗？也不是甜，它那个维 C 里面应该是它那酸酸甜的。嗯，它调了一下味道，它跟这个维 C 不一样。哦、为什么它还能调味儿？调味了是怕有时候小朋友不爱吃维 C， 那还是想让人嚼着吃。对，这个就我这个就你直接冲下去就行了。那挺好吃的，我嚼着吃。是吗？你真棒。嗯。那咱俩有秋梨膏，你们喝不？润嗓子。秋梨膏不好。咱家还有川贝枇杷露。就川贝枇杷露。啊，我昨晚喝了，我昨晚喝，我待会儿睡觉你也喝点吧。我不喝，我待会儿如果晚上睡觉前很痛我才喝，因为哎呀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不能等它很痛了你再去调。因为川贝枇杷膏喝了以后不可以喝水，也不能咽唾嘛，它是需要在你的喉上敷一层厚厚的那个，就是粘连在你的喉咙上才有用。啊、是吗？对。哦，昨天喝了以后就喝了口水，那就等于白喝，就等于在喝糖。那你喝了管事不？还管点事，我感觉。我觉得不管事，它就是等于在喝糖浆。其实那你待会儿在睡觉之前你，它是需要敷在你的身体里。我身体爽了，管事。我很懂，很懂，因为我很会养。因为星星是一开始传染起来的吧？我们家放屁！哎呀，因为我很会养生。我现在唯一的坏习惯就是我学会抽烟了。抽烟喝酒烫头了。嗯，我不喝酒，烫头。因为我觉得抽烟喝酒只能选择一个，如果两个都做的话，对身体太不好了。那你现在选择了？我选择抽烟。当我想喝酒的时候，我就不抽了。你还不间断呢。其实养生唯一的好处就是老的真的很慢，我觉得也和吸收有关。我吸收真的太好了，我喝一口凉水，我都能把凉水里面的营养都吸收了。对对，得让外星人研究研究它，然后把那个星星感觉吃什么东西都能把里面营养吸收了。白胖白胖的，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它没有营养，星星都能把营养吸收了。白胖白胖的，然后你就整个人的那个身体状态还有精神状态，就是我焦虑症的时候，我都一天两天不睡觉，那个精神头还是很足，也不会说是难受到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我就觉得我身体是真能造，真的很能造。抽的不多，我今天只抽了两根烟。我不是那种大烟枪哦，就是一直，我不是那样。宝贝，这给你吧。我只不过就心情特别荡到低谷的时候，然后你就觉得好焦虑，想找点事情做的时候，然后我才会点起来一支。哎，我最近盘腿怎么老觉得腿好痛？今天妈教我的那个跪式，我去跪一会儿。哎妈，哎，你那个跪式在床上跪还挺舒服的。没用，你在床上需要练这种开合式。真的。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。你试了吗？我试了，那个效果不好。是吗？哎，说实话，我的腿啊，我的腿没有办法这样。这。就是在垫子上最好了，因为那地板是平的。这个是挺好的。你那样一弄，那脚啥的，那个就不平了。他们俩每天在家里就是用手去这样够着脚，我根本都够不上去。起来吧，太硬了。还是在平地上。啊？还是在平地上效果好。你看那样，你那屁股就凹下去了，因为身体的重量都上屁股那去了。屁股凹下去了，那脚抬着，你那脊柱就不正的。
哦，好吧。在床上效果不好。那是去硬地上的。对。现在鼻子没事儿。你不用在这里演戏。怎么？大学学的是表演啊？鼻炎。那天我们吵架，他顺手就拿着这个，就直接就这样朝我砸了过来，然后瞬间把你的痒痒挠好了。不说不说。还能挤出眼泪来，你也是真的可以。搁这，先擦鼻子，先擦鼻子吧。